郭晶晶和霍启刚这一对，估计是娱乐圈唯一一对没有差评的夫妇了。一个是风光无限的世界冠军，一个是家产万贯的大足令郎，这样的组合简直无敌了。据说当年霍启刚第一次在奥运赛场上看到了英姿飒爽的郭晶晶，就对她一见钟情，然后便对郭晶晶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这位豪门公子也是非常的痴情了，恋爱了八年最后才走入婚姻殿堂。霍启刚简直就是郭晶晶的迷弟，常常感觉他就是郭晶晶身边的一个小跟班，而霍启刚也是超会撒娇的哦。霍启刚在他们的婚礼上做的这个小动作惹网友大笑，网友估计只有郭晶晶受得了他吧，哈哈，霍少也挺可爱的哦。如今两人结婚六年了，依然恩爱如初，霍启刚依然对郭晶晶满脸宠溺。之前霍启刚与郭晶晶参加综艺节目《极速前进》的时候，两人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霍启刚说，大家好，我是郭晶晶老公霍启刚，而郭晶晶的就是，大家好，我是霍启刚的老婆郭晶晶，简直虐死单身狗了。两人参加节目也是十分默契。